Hello, Pogo, 是风破。那我们将玩的就是 Cucumberly 洛梨酱爆真犬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继续，然后又要从头开始练，有点大声。检查一下路在哪里。好高。What the heck？ 太狠了，这个。别闹！三羊，一定要这样玩吗？耶！命中注定的，哇哈哈哈哈！你，哎，下去了，又下来了，又下来了。哦，还好。啊，跳得越来越烂了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哟，耶哈！好厉害噻！哦，哪里过来？dash， 这好难，好难跳他。后面还有大闪光，更难跳了。好，走。看一下有什么好。钱完全不够，好，算了。调整一下姿势。都一切都要从头再来，你们懂的。越大怎么着？这么大是要干嘛？不要那么大！大！呀！喂，麦挠。没怪了。好，刚刚那一招冲刺还蛮超有效期的，超有效果的。这个
闪光程度很大。哦，山羊是你。好了，这就是啦。我希望你已经准备好了。咦，要不差不多结束了吧？希望上帝今天会很眷顾你。好，这是你的机会去阻止那个克拉卡，然后重新建立那个整个平衡。哦，那我们还是弄点原本的模样来。换成原来的。不懂。Great Altar。爬楼梯喽。秋刀。哇，这是什么奇怪的玛雅仪式啊？你必须要赶快离开这里。他那个克拉卡。会在任何时候回来，这个时候就回来了。我希望事情不要走到这个地步。我希望我们还可以回到那个 Pucho 那是地方，是原本地方吧。我想我们已经错过了那个整个祭典时间点，也许我们应该 Not so fast。 倒是啊，这是多么的荣幸，你能够来到我们最后的那个仪式。你这个丑陋的家伙，哈哈，好 ，moving， 好水，好好，我知道你是来这里，嗯哼嗯哼 ，Oh yeah, marry a god， 跟一个神结婚啊。我希望你已经准备好吧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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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你现在是一个蒙面斗士了，但是我已经杀掉了你，我肯定已经把你干掉了。反正也不用太紧张，我会让你死在我的手上第二次。我是 Klaus Klarka，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。嗯哼，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，但是又活过来了。好好，不要再讲。然后他的那个字很好笑，他。是还会往旁边跑，刻意往旁边跑一下。救命！哇，好痛！哇，搞屁啊 ！Dash。Dash， 我刚刚要 Dash， 太给他 Dash， 哦天哪，Dash， 那这是什么鬼？那才打三次就挂啊，我刚那个真的有让他受伤吗？大师，哎，这很不透，太不厚道了这个。还是同一个，不对不对，啊不对啊，啊，我被打三次就挂定了，
好啦，没有说难到很难打，可是就是。好的 ，dash。啊，错了 ，dash 又错了 ，dash， 这什么鬼？我知道我不能贪呐，可是这。dash， 哇，这要的那个时间点也太鸟了吧！错了，非常好 ，dash， 哼哼。Dash， 哎，我不是跳了吗？呵，好，好厉害！喂。喂喂，瞄了一个，啊，哦，哎，喂，发生什么鬼事情？我去。他突然从下面那么一抓，我没办法反应过来。哎，呜呼！可恶啊，女混账！啊，没得用。哎，哦，就差一点，OK，Yes， 哎，是我要喘气啊，斗士啊，你现在非常，你非常的幸运，我花费了我所有的能量，哼，但你已经开始了，那个黑色的太阳已经到了，是指日全食之类的吗？见证这整个世界，两个世界的融合，然后一个属于我的新的世界开始了。被移走了，哇！什么鬼？莫名其妙啊！哈哈哈哈！这个力量。可以感觉到它已经涌进了我的体内。哦，变成了蝙蝠，你是瓦里耶？混账啊！什么？怎么问号？问号？
花里的。哟吼！What the heck？ 我去，我应该怎么闪？大石这个怎么闪啊？蹲吗？这一段不需要，这真的不需要再重复一次吧？大石，大师，请修。What the heck？ 你刚发生什么事情？大师是看不出来吧？不对，是看得出来。这可不可以直接跳过？跳不过哎！我。Dash！ 大师，完毛的！不知道要怎么打、啊。大师，他那个白色状态很难打、欸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打他比较有效果。我用招式去打他吗？Dash！ 哦，不是，What？ 大师，永远都打不到一半血，哈！天哪！没错，哦，天！啊！
Dash。我去！玩个毛啊！你饶了我吧，这样子的话我玩个毛毛啊！你怎么赢都赢不了啊？这，哦天哪！Dash， 超好用这个。Dash， 太讨厌了吧这个。太讨厌了吧，这个真的要过又过不掉。 Dash， 哈，哇，这什么啦，我是不是应该多弄点血量，可是那个血量又是要用找的东西。Dash， 那个很难打。Dash， 这玩个屁啊！这个。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如果真的要让我很容易挂掉的话，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一段给去除掉，好歹不要让他只有黑屏倾向好不好。 Dash， 这还来不及跑啊。 Dash， 我按错了，不要每次白色的，白色有什么好的？东西来啊！慢牛，滚！炸死！哦，还好，还有一点。哦，我还活着，活着感觉棒棒的。炸死，还差一点。我太近了。我打爆他，混战这秃头。
dash 太近了，打到撞被撞到，要蹲。我跳了，来不及。Dash， 这玩个屁哦！光这样就饱了，就给一些很难动的。啊！去你的大恶魔！给个东西啊，混账！合理发的，通小连击，混账、啊！三羊不要过来啊！大师，不行不行！喂，哎，大师。差那么一点点，呀，差一点，我差大概三下，哦，天哪！天、啊，我讨厌那个白色的，白色是最难铲的，其他都可以，因为其他可以一次性。Dash， 其他都还可以勉强直接弄过去，可是这不行。滚滚再滚，好蹲，撞，滚滚我再滚，好好了，
哦，哦，对对对。好好。滚滚滚。Dash， 撞到他，滚，滚，再滚，滚，再滚，滚。哎，队长又来了。为什么打不到他、啊？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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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滚！来了，哇塞！快点，你的手断掉啊！哦，混账，挂了活该！那我你个屁股啊，滚！还有一个牛头牌，好有一个牛头牌。啊、差这么几次了就挂掉了，哦天！咚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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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获得了什么鬼？然后我的血刃在发光，哈哈。啊？换了一小块什么东西？这什么神秘的东西？超级大特写。这算结束了吗？哦，哈哈，啊，总算赢了，哭着。等一下，这样结局这样子而已吗？嘿、欸，感觉好像会有另外一个结局，可是我没有很想破，莫名其妙就结局。当当，穿上西装。等一下，这代表他一直都不会再把那个面具拿下来的意思吗？好像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、啊、黄牌一直当是黄牌就像结束了，我觉得是有另外一个结局，应该就是可以 完整 救下来的结局，可是我不知道这怎么破。凤梨最后面有点感人。The winner is you.
There are still some hidden secrets to be found. Continue to the mentor to return your research. 还有其他的东西吗？对，你已经完成了简那个普通模式，不是简单模式。好了，那基本上应该就是这样子了。对，还不错，只是最后那个很讨厌，就是就算让我死了，我死的是没差，可是可以不要一直重复到就是他讲话，然后讲的一头拉苦，有的没有的地方吗？很烦躁哎，就变成我还要再等那个 loading， 真是。好了，然后这个游戏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然后应该估计是还会有隐藏的一些结局吧，觉得。当然这只是个人观感，因为我并没有去查，所以我不晓得。然后就这个系列就到这里为止了，然后下一个系列就是我还在想接下来玩什么好。好了，今天就先到这里为止，然后就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一个系列再见喽 ，See you。